主料，排骨1000克，辅料，枸杞、当归、枸杞、虫草花、盐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材料图，排骨清洗一下，入开水锅中煮水，捞出再用清水洗净。焯过水的排骨、当归、黄芪放入黏火再煮锅内胆中，加入足量的水煮开，煮开放入洗过的虫草花继续煮开，放入少许醋，放入枸杞，关火把黏火再煮锅内胆端起放入外壳内，盖好盖子焖1小时以上，吃的时候调入少许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从营养获取角度考量，在水烧开后可适量加醋，因为醋能使骨头里的磷钙溶解到汤内，同时不要过早放盐，因为盐能使肉里含的水分很快跑出来，会加快蛋白质的凝固，影响汤的鲜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